你听我解释，这是不是你赵云？是。你们那天是不是在一起？是，但是是有原因的。在一块儿，你还有理由啊？我哥那天撒谎，是不是因为这个？你们俩都给我住嘴！对不起，忘记关话筒了。今天晚间十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，妈妈像花儿一样，全台首播。